绝对国际视野，最暖心美食任务。为什么要做凤月这个节目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分享。星级梦幻料理人谢霆锋，无为爱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。联盟华人巨星勇闯世界，给您最极致的美食感动。哇，我已经闻到很浓的香味了。中式即将美味上映。Coming soon。